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诗人是许多高中老师熟悉的当代诗人之一，因为在开放民间编写课本时，这位诗人就被选入，极受重视。他是谁呢？那就是苏少莲老师。我们先听一下老师今年六月出版的新作《无意象之城》里的作者简介。苏少莲，1949年12月生，参与创立后浪诗社，后改名为诗人季刊社、龙族诗社、台湾诗学季刊社等三个诗社。其思维严谨，著作丰沛，全心致力于散文诗、超文本诗、无意象诗的创作，曾出版《茫茫集》、《精心散文诗》、《隐形或者变形》、《台湾乡镇小孩》、《童话游行》、《河碑》、我牵着一匹白马、草木有情、大雾、散文诗自白书、私立小诗院、孪生小丑的呐喊、少年诗人梦、时间的影像、时间的背景、时间的零件、镜头回眸、诗与影像的思维等书与诗集，曾获创世纪20周年诗创作奖、中国时报文学奖诗奖、联合报文学奖诗奖、台中市文学贡献奖与年度诗选诗人奖等奖项，是台湾中生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，现为台湾诗学吹鼓吹诗论坛主编之一，策划众多诗创作重要的议题专辑。接着就来听听我朗读老师《无意象之城》里的几首作品。桃花，我饲养的一株寒冷，觅食你的三月竟然温暖了，一朵初恋的感觉，凝结只是一个讯号，却也化身为预言，我的生命转入无奈，转入逃离，转入隔绝。我饲养的一株飘零，化身为画，为诗，你却不知何处去。我不觅食你了，任由你逐渐化身为一种陶渊明。麝香，有时候魂回来了，像携带着一种静态的世界，从远处漫步清静，把我结合。时间闻到时间的味道，是贪婪的溺爱，把所有的寄生都遣散而去，但仇恨仍不明白，我已经准备好数以万计的死亡直觉。有时候，魂默默来了，背后是从远方跟来的静穆世界，把我结合，像是写好的情节，几乎贪婪地增添。
这些味道如何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。瞬间仇恨起来的样子，像情绪涌起数百万的怨意，让灰暗进驻死亡。有时候，魂回来了，却微弱地投射于静止的世界，从远处倒映自己的方式，捕猎一种时间变质的味道，结合了我一个尖锐的差异，仇恨数以万计地分泌着，仿佛在催促生命得以是忍不住的消逝，死亡离开。同学会，在同学会那一天，我们的称号要变大变小。班长，或是学艺，或是风纪，或是挤挤又挤挤，也要挤进又长又卷的一条回忆。哦，排排坐，你是邻座，老是喊我交叉而坐。如今，你还想盘着我，我盘着你，等候下课。是人生的下一堂课，很难读的深更半夜，你来了讯息，又走了，少了一次追思的机会。情感反复的姿态还是一样没大没小，你和我一起上学走过的涂掉的都再出现在同学会那一天，相视而笑，不笑也很幽默。我们相拥，继而调小光圈，因为要让细节一一呈现；继而调大光圈，因为需要谨慎，让历史朦胧。你要靠拢我，不可露出界外，因为你是我生命的小学。父子礼法。出生时的模样，冻结于描绘里，那层层的颜色，渐次褪去想象。我为你捡着你初见我的哭叫，你为我捡着我俯视你的笑容。来到世间的第一天，就已塑造老汉幼。双重的剪影从底下翻到上面，黑与白全然萌发。我为你剪着你，给你一种形式，而你回转，回转几次之后已凌乱，背离形式，依然是你来为我剪着我，上面的稀薄，传统的光泽，是你为我雕塑的一种年老的形式，是我的埋葬，像每年的清明节那样整理过后的景色，一片可以抚摸的爽朗，就在你的体温下划过，轻轻割着我曾经耕耘而今变为细细的白。
你仍黑坚硬，让我抚摸你，直挺，为你理平思维，让那些伤不再高高低低。在你顶上，我是魂吞去，不曾发生。一只鹅贴伏在车窗口，我们要回去了，还驻留的一大片一大片的青春说再见。可是说了再见，曾经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青春就要渐离渐远。我们再运着，被再运着，一样要经过许多风景，与青春渐离渐远的风景漫无止境，没有速度就黏住了我们，在我们的呼吸里浮动，仿佛有了重量，以倒垂的样子看着我们。原本一大片一大片浓缩，成为一只扣紧我们的呐喊，在透明中渐行，和回去的我们或灰色的我们不离不弃。他究竟是我们的朋友吗？一样要经过许多情感，说谢谢你们载我一程之后，一样要向黑色飘落。我们才惊觉，那是我们不再看见的青春。时间是一只动物，非常低的，已接近告别。告别非常低的日子，仿佛被压在底层不再动弹。但是我明天将为一只会奔窜的时间踏印它的语言。它有失踪的底部，所以我需要倾泻于非常低非常低的地方，以便踏印出一种缓慢，一种浩瀚，像躺下的形状，平坦无影，可以卷曲，如同萎缩了的一种焦灼，可以携带着我离去。但是它不会是我，它还有失踪的右边。这样很麻烦，要是我偏左一些，要是沮丧也再偏左一些，世界极会倾斜，忘记在哪一天从我下方滑走。在非常低的，许多生命惶惶，它已接近空无，只剩透明还存在。它已接近音乐的形式，而不是语言。游移如同一只光滑的、难以踏印的欲念，而它是时间，只能是时间。在非常低的日子，接近死亡，我明天
将生命惶惶，像一只不想奔窜的时间，丧失了他的语言。过气的诗人，过气无关乎年龄及世代。他的意图是血，他不承认任何独立的休息。他指出，尽管世界几乎没有见过他的著作，不团结的语言更是对他的一种背叛。作为他的思想的一个证明，意象之间经常吵架，讨厌彼此，甚至可能去谋杀任何的感触。他习惯的正义和道德都被撕下揉碎，好久好久不再有动静以及探望，不再有预期的邀请。他将永远被完全解决安顿，就像广告里老套的文案，那一首随季节而换装的诗句都已纷纷坠落。一叠叠的声音比新一代的问题还高。非常幸运的是，他哑了，不再有仿佛对世界气诉的震荡。和平是晋级。在一个休息的朝代，找不到诗的时候，他命令文字翻译文字，术语翻译术语，日复一日获得狂喜。